而小人煮嘅食嘅时候咧，可能都需要将啲材料切粒嘅，咁样难免咧就会切到手都软啦。最近就俾我发现到呢一个特别嘅厨具，星星可以按几下咧就可以将材料切碎。今日就等我实测下究竟佢 work 唔 work 噶啦。嚟講咧，我覺得用呢個食物切割器咧，將啲食物切碎咧，的確咧係比刀咧係快好多嘅。咁而喺四款嘅食物裡面啦，我覺得切蒜頭嘅表現咧係比較好嘅。咁但係咧，這個切割器都有一個問題，就係咧刀片同刀片之間咧，好容易咧會將啲食物卡住，咁樣咧就會影響切割嘅表現啦。咁如果咧以一個$10都唔使嘅價錢就可以買到嘅話咧，我就覺得充滿好奇心嘅你咧就可以買翻去試下啦。而煮开餸的你就建议用翻刀切啦。